紫晶、黃晶，嘟嘟嘟嘟嘟嘟嘟。咦，紫黃晶喎，梗係唔係咁啦？如果各位想知我 Peter Sir 最新嘅水晶資訊，請訂閱我嘅 channel 同埋撳呢個鐘仔追蹤通知，我每日會準時12點同你見面。嗱，今日同大家講下嚇紫黃晶，因為佢有兩種嘅能量，有智慧啦、財富啦同埋完美嘅結合嚟嘅。嗱，紫黃晶因為同時佢會呈現至少紫色啦、黃色啦呢兩種嘅顏色而得名嘅，佢有寶石級嘅天然紫黃晶珍貴同埋好稀有嘅。由於咧紫黃晶啊，佢生長嘅環境咧比較特別，所以產量唔多嘅。但喺西方傳說裏邊咧，被紫黃晶選中嘅人咧，先至可以帶到佢嘅。因為點解可以駕馭自己嘅命運天然嘅紫黃晶咧，佢能量咧係一個智慧靈性嘅連結，佢可以感受啊內在和諧嘅真實。嗱，呢個雙色寶石咧，由於其中含有唔同嘅微量元素啦，嗰個微粒而導致啊個顏色啊有唔同。嗱，唔同嘅粒子咧，亦都會出現啊喺呢個同種物質晶體裏邊，而電子係無法好似咧電解質咁樣溶咗喺裏邊嗰個自由嘅移動，就會啊喺呢個晶體裏邊咧產生一啲咧類似電容嘅結構。由於所產生的晶體裏面的磁場被新世派科學家稱為人體磁場的擴大器。好了，紫黃晶的作用，第一可以令到我們開智慧。紫黃晶屬於三方晶系，去幫助我們清理我們的思緒阻塞，活化我們的腦部，幫助意識專一，亦都幫助突破我們的高層次，是屬於自然界高智慧的象徵，是不是很厲害很正呢？好了，第二亦都可以帮助事业和人际提升的关系。拥有紫黄晶亦都可以强势高能量，是可以强化我们的所谓的企图心，有紫晶協助改善这个关系和人缘，帮助排除所谓的关系对立，强化这个协调，克服这个障碍。因為咧，佢亦都啊兼備咗黃水晶嚇同埋紫水晶嘅功能，所以咧佢又可以啊幫助我哋招財，亦都可以啊增加我哋嘅運氣。嗱，如果啊你同人哋合作做生意啦，或者係發展一啲新嘅事情啦，嗱，好適合啊喺你個工作場所啦擺放呢個紫黃晶，可以幫除啊消除呢個歧見，達到咧大家共識，即係大家都可以有偈傾嘅，唔好大家爭拗咁樣。令到事業更加宏圖大展。我特別建議因為一些人員合作智慧而生財工作的人士，又或者例如跑數的 sales 啦、保險員、公司老闆、金融產品的投資等等，他們用這些是非常適合，所以大家快點上來我工作室看看。 Peter Sir， 你在阿卡西圖書館看到什麼？我看到我自己的前世的一些的景象。真的？是啊，在六月份呢，我会呢举行这个阿卡西体验的课程，到时呢我会带领你们呢一起去体验阿卡西的图书馆。我报名啊！